在这一边，他叫你找他的那一个 intersection，然后用那个代入小语法 substitution method。所以我的 x 等于三是我的 equation one，然后我的 2x 加 y 等于 3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。所以我 sub 我的 equation one into 我的 equation two 加 y 等于 3，所以我的 y 六等于四。所以 x 等于三，y 等于四，三四就是我的那个交接的点。然后 b 的部分呢，我的 y 等于四，所以三 x 减二 y 等于七。然后这个是一，这个是二。我的 sub 我的 equation one into 我的 equation two 的时候，三 x 减二乘四等于七，所以我就有三 x 等于七加八等于15。所以我的 x 等于15除3就5，所以我的 x 等于 5，y 等于 4，OK，所以我就有5逗号4是我的那个交界的点。C 我有 x 加 y 等于 5，然后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，然后 2x 减 y 等于 4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，我把这个搬过来，这个搬过去，所以 from equation two 我拿到的是2x 减4等于 y，y 等于 2x 减4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3。然后我 sub 我的 equation 3 into 我的 equation 1的时候，我有 x 加 2x 减4等于 5，3x 等于 9，然后 x 等于3。所以 x 等于3的时候，我 sub 我的 x 等于3 into 我的 equation 3，我拿到的是 y 等于2乘3减4等于 2。所以三逗号二是我交界的点，然后接着 D 的部分呢，我就有这一个 2x 加 y 等于3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，然后 3x 减 2y 等于8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，然后 from 我的 equation one，我这一边 y 等于3减 2x，这个是 equation three。然后我 sub 我的 equation three into 我的 equation two 的时候，我的 3x 减2括弧3减 2x 等于8，然后 3x 减6加 4x 等于8，我有 7x 等于14，我的 x 等于2，我 sub 我的 x 等于2 into 我的 equation 3，然后我拿到我的 y 等于3减2乘2。然后减一，所以 x 等于二，y 等于减一，二逗号减一，所以它答案是二减一。